们，各位优秀的艺术家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哦，我是美国在台协会新来的美国中心的主任叫欧一良。我是今年八月在到任。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今天的盛会，并代表美国在台协会恭喜蔡月瑞的舞蹈团的舞蹈节迈入第十二届，也代表这也代表蔡月瑞舞团与美国、澳洲及日本三地编舞家的合作延续整整一轮的岁月。这份对舞蹈艺术与跨文化交流的坚持是非常动人的。我要特别感谢舞蹈节今年组成了美国知名人权编舞家 Elio Palmade 编舞与本土青年音乐家刘学轩先生的音乐推出 Tableau 那个时代，这样的一个台美合作的舞蹈作品。另外，这个舞团也会演出美国编舞家 Joanne Miller 的作品 The Great Debate and Dear Family。 美国在台协会长期致力于推动台美文化的交流及民间外交，追求人权的普世价值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与蔡瑞月舞蹈基金会可以说分享同样的价值观。在美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经营一个舞蹈团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因此，蔡瑞月艺术节能够坚持这样的交流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，非常恭喜小董事长。在此我也要欢迎 Mr. Marshall Roman 代表 Elio Palmade Dance Company 再次来到台湾交流。美国现代舞大师 Elio Palmade 是通过舞蹈提倡人权与生存的价值，正呼应了舞蹈节的精神。最后，我谨代表美国在台协会祝福这次的国际交流成果丰硕，并预祝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你在哪里学的中文？在台湾师范大学这个语言中心。你讲的实在太好了，你的发音之所以好，是因为你都没有北京腔。Good. You are Eric. I'm Eric. You are junior. I am senior. Both of two Eric are very handsome. Yeah, thank you.